左手瓢来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大鱼大肉这两天你们怕吃伤了，今天我们就搞个休闲小视频，牙签牛肉。牛肉要是买不起，你可以尝试下买猪肉。要是猪肉你都买不起，就可以买一把牙签。在啊，干说干说啊。这两天少出门哈，多在屋里边研究哈美食。开干，少准备点牛肉。两斤牛里脊，牛肉我们就不洗了，洗过了不好吃。牛肉改刀，一分为二。你的纹路切成薄薄的厚片子，大概就那么厚。然后再改成圆圆的方点儿。大概就那么圆。看到我肉子切得好漂亮，这就是牛里脊哈。现在腌制一下，料酒、孜然粉、蚝油，来点鸡精、生抽，用左手搅拌均匀。揉到手上黏娃娃的，放点红烧淀粉，再加点水，再揉，腌制20分钟。牙签用开水泡一下，消毒。我啥鸡巴腌肉？啥子我都老少儿的对头。腌制后把牛肉插上牙签儿，从中间插过去，那、这就可以了。加油条件好的会穿满。啊，点击，现在开干。油，宽油，油温起得像牛肉。用中火慢点炸，大概要炸5分钟左右。要炸到微焦微焦的，如果吃起口感更好。但是炸干了熬不动，我们就先起锅了。先起锅，控油。锅油底油放入蒜末。爆香，炒到微微焦就可以了，这样蒜香味就更足。下入牛肉回锅，放入一点点花椒面、海椒面、海椒面、孜然粉，来点鸡精，下入调节好的，放点芝麻，调热了，起锅。一把葱花，来哟、我走，要得很干。啊，喊我一下，喊。没炸得好了，应该搞不动。是吗？吃了嘛？还是还是吃了嘛？那没门牙对不对？有事没有没门牙，啥子我就。来哦。香啊！走啊！一个是没吃过玉米的，你吃过牛肉没吃过穿牙签牛肉？做牙签往牛肉上一穿，做牙签变成牛肉价格了。啊，反正弄好了起码都是百块钱。啊，分得多少钱嘛？分得50。就是啊。还准备了个300哈，
还蒸了个白菜，韭菜虾就变了哈，刚才不倒下饭，哎，手指留香哈，这个。香啊，燥啊，很花盆啊，这个牙签都不摆了哈，你吃就停不下来，你停下就想吃。咋都弄个弄，不要人家砸我，我儿那边，像弄牙签的羊肉就会更香。在锅儿汤上更巴适啊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芒果味的，喜欢互动的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米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